一起吃笋不咯？这是我们家的纸片笋，就是它49.5块五包，每包啊7两重，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哈。后面看配料，保质期呢是1年，然后就是避光阴凉处存放就行。这一盘呢是用了一包的量，7两重，整整炒了这样满满的一大盘啊！回家炒肉丝更好吃，我今天就是直接清炒了。嗯，竹笋的嫩嫩的竹笋的清香。特别的好吃啊，如果没有吃过的朋友参考一下我们家店铺评价啊，非常的不错，几乎哈所有买过的都在回购，有的朋友就说了，你就吹吧，你夸张吧，有多好吃啊，你尝尝。现在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，很多这个冬天攒的这一身冬膘啊，现在都想减下去。吃这个笋呢是既解馋又不会长膘，真的。或者是呢用它涮火锅也是非常不错的啊。49.5块五包包邮，这两天特别的好卖啊，然后大家反馈也特别的好，没有买过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。就这个笋，你们去外面买，去超市买的话，一点点就得10几块，信不信？吃到嘴里啊，很嫩，一点都不会老，哈。